你敢信吗？全世界一年发生500万次地震，你知道地震有多可怕吗？一级地震像昆虫扇动翅膀，人类毫无察觉，只有精密地震仪能检测到。二级地震就像运动后不断加速的心跳，部分生物开始贮存食物。三级地震，悬挂的物体开始轻微晃动，你在20楼感觉水杯突然晃了一下。四级地震，你躺在床上听到门窗吱吱作响，街上人来人往，没人察觉，只有几只流浪猫激烈打滚，你以为他们在跟你玩，其实是在跟你说快逃。五级地震，正在睡觉的你被震醒，墙壁开裂，建筑剧烈晃动，有可能造成少数人员伤亡。六级地震，地面开始出现裂缝，桌上的碗碟摔落，年久失修的房屋坍塌，你开始站立不稳，试图扶住墙壁，但巨大的冲击力让你瞬间跌倒在地。七级地震，即使你走在平地上也会感到头晕目眩，房屋剧烈摇晃，高层建筑倒塌，道路塌方。1976年唐山7.8级地震，仅仅23秒就造成24万人死亡。八级地震，相当于数千颗广岛原子弹同时爆炸，交通、房屋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，水电网全塌。1920年甘肃海原发生8.5级地震，释放能量相当于11.2个唐山大地震，造成28.82万人死亡，约30万人受伤，被称为环球大震。9级地震，相当于27000颗广岛原子弹同时爆炸，历史上一共发生过6次9级以上的地震，几乎是毁灭性的破坏，并难以恢复原貌。10级地震，山川河流撕裂，陆地被瞬间吞没，威力堪比小行星撞击地球。据科学家推测，地球一旦发生10级地震，人类很有可能因此而灭绝。真实的地震远比想象中更可怕。哦，想成为百万富翁吗？我这儿上学吧。啊，世界上最土豪的学校究竟多有钱？我们这里是沙特阿拉伯国王科技大学，由上任沙特国王出资建立。这么大的学校，3600万平方米，也就相当于140个鸟巢吧。光建校就花费700亿哦。啊，机票报销，学费全免，快来看一看了。这是什么神仙学校？这才老大脑二，学校还会每年给你3万美元的补贴，约21万人民币。同学，你辛苦了。不止这些哦，我们书本费全免，医疗费报销，就连生活费也由我们承担。如果你成绩够好，还有20到30万不等的奖学金。咱们的学生住啊，也是住最好的，每套都是独立大别墅，还带健身房和游泳池。学校里的高尔夫球场、攀岩俱乐部、水上游艇等娱乐项目，只要你想玩，全部免费。哦，我们的教学水平也是一流的。科研论文平均引用率超过哈佛、耶鲁和牛津，位居世界第一，有超高的研究水平。别说了，我爱学习，我来了。我们可不是谁都收的，我们每年只收100多人，只收男性，而且是理工类的研究生和博士生。啊，足够好的优待，当然要有与之匹配的能力喽。呵，